2023年3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乌江岸边大楼山下发现一座距今2200多年的西汉大墓，墓中积满清水，出土漆器、木器、竹器、青铜器，精美文物崭新如初。浅册、告地书、干支木牌，750多个文字，是目前长江上游出土漆木竹器最多的墓葬。为了更好地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考古队要把主棺从椁室中提取出来，进行实验室考古。然而，在开棺前开展的 X 射线探伤中，队员们却发现了异常情况。我感觉这就是沙子，那块像沙子。X 光片看到了沙子，这意味着主棺底部有破损。破损的底部给主棺提取带来极大的困难。一号墓的主棺能否顺利吊起？发掘现场还会有哪些令人惊喜的发现？现在打孔啊！哎，现在打孔。对对对，就刘老师就这种吗？就这种啊。2023年11月6日一早，关口西汉一号墓考古队领队黄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勇驱车前往江口镇，采买下一步发掘所需要的材料。因发掘需要，刘勇特意从北京赶来，负责关口西汉一号墓主棺的提取和实验室考古工作。面对目前主棺底部已出现破损的状况，刘勇和考古队员们共同商讨解决办法。我之前设计就是最后我们提的时候，就这个最底板还要放一个纵向的两根，就是我两个纵向的要放上去，然后把这也用铁条给它扒到这个箱子上，我是这么想的。经过反复讨论，考古队制定出一个稳妥的方案，给主棺外部打造一个安全套箱，套箱可以保证主棺的稳定，但是安装的稍有偏差就可能伤及文物，队员们心里的弦都紧绷了起来。平的朝那边，那个有点长。平的扣着，平着扣下去，扣下去。这80的吧？你盖好长啊？90长。你盖好多根啊？8根。然后那个宽50的，2根。几个小时的奋战后，主棺两边的侧板、两头的端板和顶板都已经安好，安装套箱最难的一步上底板，将是队员们第二天要迎接的重头戏。
明天早上开始包裹底部，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所以现在还是很有挑战性。好累呀、你这一天。哎呀，总算给包上了。明天你不用下去了吧？你下明天换底。应该。明天才是关键呢。你预估一下，明天你觉得应该？有难度，那有那下面的东西，就是把铁条，希望它把铁条箍上以后，它那个底板有一定的强度，可以随着那个侧板一起往上抬，这样的话就最好。如果底下已经崩溃成渣了，那就不好弄了。明天再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哦，前一顶来了哈，昨天就到了。刘勇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主持提取了多个墓葬的主棺。然而，关口西汉一号墓的主棺提取对他来说仍然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今天，他们就要实施最为关键的一步，给浸泡了2200多年。底部已经出现破损的主棺下面装上底板，队员们先打上螺丝钉，用以固定主棺外的木箱。狭小逼仄的空间让队员们的每个操作都变得非常困难。箱体加固后，队员们开始安装底板。队员们发现，切好的木板太厚，塞不进主棺底部，加之主棺底部已有破损，进展缓慢。几次尝试失败后，刘勇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都是把这条底下木头支上之后，把那个细泥先给它拔开，然后把两边全支一下，支一下之后有空间了，能换板就换板，换不了板的话就是铁条。5厘米厚的板拿上个，至少得拿6块。打雷，这种都要去裁个2到3个，3个嘛，裁3个。20厘米见方。队员们计划用千斤顶将木棺翘起，好打造底板，但脆弱不堪的木棺已经不起折腾。要用千斤顶，就要先把主棺固定好，而相比木板，铁条更薄，更容易插进底部。垫住了。13根铁条打上，相当于给棺底上了一道保险。你里面坐，这些看着啊，我们撬了，来一起来。好了，行了，行了，队员们将箱体整体撑起，箱底和地面之间有了很大的空间。将对底板的更换起到辅助作用。剩下我们就是你们女孩子就休息吧，先休息。先换底儿。我挑2、3个男的，然后一起干活。过来，走。中午12点多，上午的工作完成，队员们回到驻地吃午饭。由于这两天工作强度大，体力消耗多。大家的饭量比平时都大了不少。那骨头，人家在那路上的时候，我给他吃的时候，他那个主人喂他，他就吃，香得很。现在为什么不吃？这只小狗是考古队的新成员，队员们想让他担负起看守现场的重任。然而，初来乍到的小狗因为紧张，饭都不敢吃。休息时间，大家就去安慰一下小狗。小黄，村里有好多大黄小黄，下午就是现在不是已经支起来了吗？下午开始换底板，原来铁条子兜了13个铁条，现在我们想把铁条就是全部置换成木板，就是底板。置换成木板之后，就把这个整个箱子就是一个整体了，就可以起吊了。先靠着，掉了一根。午饭后，
更艰巨的工作在前面。前期用来固定木棺、底板全部都铸的铁条，现在队员们要把它们都换成木板，完成一个完整的木质套箱，方便下一步起棺的操作。没起到铁条上吧？换，完美。第一块板在最外沿换得相当轻松，而里面的板，队员们要先清掉淤泥，打开通道，同时还得提取易碎的文物。这底下有个墓壁，不能弄烂的，我先把它取出来哈。你活动一下，能动吗？能，已经动了。慢慢，这个要取了，不取要压得粉碎。动了，出来了。这拔的底层的吗？拔的底层的。重大，哎呦！切切，不能缺。先过来，卡住了。太难上了这一队，最后两颗。一块板的安装需要数个小时。傍晚收工时，换木板的进度完成了三分之一。通过这一下午的摸爬滚打，队员们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对第二天完成进度充满信心。上上了。哎呀，辛苦。哎呀，辛苦，今天换了四块半，明天还有八块半。明天情况好的话，明天应该没问题了。对。反正你没卡，我从这边拆，我这边来点，别卡着那个边，我这边来点。好，放上吧。有了前一天的摸索和实践，第二天队员们的工作效率很高。对，他是知道这个铁条下面。哎，他这一坨再往下掉，这坨要单独弄一下。这把这看看，往哪？啊？这条下面支住，往上打是吧？不是往上打，你把那个往里，把木板往里放。这个？你先取掉，它得支住铁棺底板。那我这里边塞它的胸呢？支住。嗯。支住，打个楔子，把它扶住，这个就可以拆了。即使这样，还是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剩余的底板全部更换完成。至此，队员们已经成功地给主棺打造了一副坚实可靠的套箱。2200多年的主棺被小心地保护起来，完成装箱就相当于整体起棺的工作完成了一半。队员们一直紧绷的神经这才放松下来。我们都是写的23，慢点，慢点，转移儿嘛，往上来，我们前面已经有一个，都完成了。OK， 来，刘老师点赞。来，你们俩比个心。还要看顶头啊，看顶头。哎，我这不要看其他地方。先看他的，等会儿。可以看我这儿吧，先看我这儿来哈，3、2、1来。2023年11月9日上午，考古队全部人员齐聚关口西汉一号墓的考古发掘现场，等待那个让所有人期待许久的时刻——吊棺。最难的装箱工作虽然已经完成，但数吨重的装箱主棺起吊过程依然存在着风险。随着起重机吊绳的拉紧，队员的心也悬了起来。木棺缓缓离开了
沉睡2200多年的墓室。稳稳地落在了现场的实验室中。把那个草绳全部绞开。绞开，绞开，拿来，绞开，拿来。接着说，接着说。两只金鸟。关口西汉一号墓主棺的成功起吊，让大家信心满满。他们相信，揭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把这个棺顺利吊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去。相当于是一块石头就落地了，总体我们还算是很成功的，心情还是很喜悦，挺好的，我们下一步工作也能很顺利的开展了。为破损主棺打造护身木箱。关了。操作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太难上了，最后两颗，这等下有个墓壁不能弄烂的，我先把它取出来哈。10秒钟着力。主棺终于成功调离墓室，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现？一天前，关口西汉一号墓主棺已经从2200多年前的墓室被调到现场实验室里。为了这一刻，考古队员们付出了8个月的辛苦努力。2023年11月10日凌晨2点，疲惫的队员们都进入了梦乡。为了不耽误队员们白天的考古发掘，刘勇和杨洋连夜做着开棺前的探伤工作。圆圆的嘛，是吧？对，侧面是圆的，躺的。你看，好多好多，哎，这个环，这是个环，是吗？嗯，还特别圆呢。啊，挺复杂的这个。我感觉像人头呢。嗯，人头骨，这不眼睛吗？眼睛、鼻子、额头。啊，这不牙吗？这看几个牙，这儿。对对对，跳。嗯，我看紧贴着棺材边了，人头啊，对，那就是整个的尸体都贴的贴过来了。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妈呀，吓死了！人头出来了，等会儿我给他拍个照。根据显示器里出现的图像，两人热烈的讨论着，刘勇推测着各种可能性。哎，然后你把字你看，这有一道，这有一道。除了盒子和疑似的人骨，在接下来的探伤检测中，刘勇又有了新的发现。啊，一般他这都是这样，外边是铜剑，里边是铁剑，一把铜剑，一把铁。哎，别说，有竖条、横条，这不间隔吗？玉龟，玉龟，看着没有？看着没有？嗯。有龟，有璧，这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嗯。叫执璧秉龟，有身份的人才会随葬龟和璧。像是尖尖的。啊，对。嗯。是不是挺像的？嗯，不是像，就是。随身佩剑、执璧秉龟，这些都是身份的象征。棺中情况如果真如刘勇所预料的那样，墓主人必定身份非凡。此时已是凌晨3点，但兴奋的心情让大家睡意全无。面对即将来临的开棺时刻，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期待。兄弟，站着还在聊，你这自个儿，你自个儿到站到这儿了吧？你这是好事。上午9点，探伤结束后只休息了几小时，刘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实验室查看主棺。两位特意从北京赶来的同事，将在这里一起进行实验室考古，并共同见证这开棺的时刻。看这个黑的，下面有那个丝状的，又下雨了，丝状结构。啊，就这个毛毡状的这种，慢点，我很早就有。棺盖表面的泥土中夹杂的这种类似植物纤维状的物体是荒苇。荒苇也称苇荒、墙柳，实际上就是罩在棺外的棺罩。
荒苇是西周到汉朝常见的丧葬仪具，埋在地下极难保存。荒苇得好好清理清理出来。对，这是第一件大事。西汉的这么完整的荒苇，先坐，看看你有什么想法。它是封棺的这个棺带，封棺的这个棺束。现在写着。关口西汉一号墓棺盖上的荒苇一部分腐化消失，还保留一部分痕迹印在塌落于墓室中的泥土上。接下来考古人员要剥离荒苇上的泥土，将荒苇的丝织品部分提取出来，这是一项需要很大耐心的工作。十一月的江口湿气依然很重，棺木很容易发霉，考古队加紧了清理棺木的进度。这边的泥的话会更粘的，粘性更大一点。因为发现棺盖上有荒苇的存在，为了不破坏文物，队员们必须先将其仔细提取。尽管大家对棺内情况充满好奇，但开棺只能延期进行。与此同时，发掘现场，队员们继续发掘清理墓室，墓室中仍有大量的残留文物。然后这个蓝色的是我们后面标的一批，还有这个黄色也是，然后这个紫色的画圈圈或者是打勾的呢，就是我们已经取了的器物。压克力板，压克力板。我买几条来着，多少条？那我不知道，我得找。你过去找找材料噻。好嘞，这一堆差不多了。剩下的都还没写号，乔子。嗯，不够。然后现在我们到这边来吧。把泥巴提到两个老板这边。顾老师，这个放哪里？放在地上，然后最后浇完水以后放在货架上。好。这泥太多了，我放在那边去。在现场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里，之前取出的文物，文保人员正对其逐一清洗分类。我们拼一下，看是不是一对儿。转一面，转一面。翻个面嘞。嗯，翻个面。不是的，车轮。他们写的是一个木车轮，位于棺室西南侧。然后呢，我们他当时提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在墓底的话是散乱了的，他不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给它清洗完了以后就发现，你看它是能够都是西南出的完整的，你看没有，它们拼合成一个，你看这个，看这个孔，看这个拼接口，它这个也是合缝的。拼完以后我发现这里还缺少一节。这个是什么？战国时期那种车马西燃，说普通话，战国时期的那个车马、嗯、不是那车上面不是一般都要打一把伞吗？就是那个伞的那个伞骨。关口西汉一号墓的墓室中已发掘出小型伞骨、小型马俗器物、陶车轮四件、陶马六匹。考古队员推测可能是两架餐车。在墓葬制度中，车马器的出现说明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随着随葬品的一件件出土，考古人员希望根据随葬品的情况推断墓主人官职与身份。开棺之前，墓主人的身份尚不能确认，但从目前已发现的长矛、现场提取的小型武器模型来看，都指向墓主人很可能是位武将。那就是除了兵器，我们出了一个长矛，这是非常完整的，长2米16，头呢跟它那个墩部，就是它底是青铜的，杆呢是漆木杆，保存得非常的好。看哪一个洞？现场提取出很多动物俑，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墓中？是否有什么特别含义呢？丧葬制度能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风貌，汉代在继承秦代随葬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秦代动物俑以写实风格的战马为主，英姿飒爽中尽显秦帝国的王霸之气，而汉代动物俑则变为写意风格的世俗化的各种动物，体现了当时人们视死如是生，将世间美好家园复刻于地下的愿望的真实写照，蕴含着墓主人对世间的眷恋之情。这是牙漆银子了。现场发现一个小木船和一些零散的构件，上面有些纺织品，可能是编绳类。就是那个墓室北部出的一件那个船，船尾把它放在拼起来吧，拼起来。是啷个的呀？骨头。是啷个的呀？它这是船头，你看没有？船头，那是船头的。那个护栏，走向这一级。在这儿，你也不对头，它那里有笋，看到没得？你也不对头，它那里是有笋的，要么就是啷个，它刚好笋头都在这儿。现场还发现了一个疑似船桨的物件。北方因为气候干旱，古人较少使用木船作为交通工具，因此通常随葬的都是车马。南方虽常以船作为交通工具出行，但以船作为随葬品却也并不多见，因此木船模型的发掘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关注。我猜测它应该是舵，现在但是现在说不清楚，因为它那里有个船在船桨，它都比较小，它那个的话有点大。它是放在船尾控制船方向的。一边二了，这台。源源不断的文物送到文物保护室，所有的文物都要被清洗出来后才能辨认分类。这些天来，负责文物保护的队员们有点忙不过来了。好多跑一趟，小心点。360一样的，这个是啥？那个是木构件，两个。看过来的，这是这里的。随着提取的文物越来越多，一个生活富足的墓主人的形象慢慢显现出来。这些日常用的小熏炉、铜牛灯等物件，造型简洁美观，反映出墓主人的审美。然后用的时候是这样，然后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扛回去。人物俑分为立俑和坐俑，大型俑高约25厘米，小型俑高约8厘米。俑头和俑身大多以整木雕刻成型，手部及足部则以榫卯结构与俑身相连，面部轮廓以墨漆勾勒。通过对浅册的试读，队员们了解到，人物俑身份不仅有奴仆，还有墓主人亲属等。多种动物俑，马、牛、猪等，显示墓主人很可能希望生前身边的人和动物能在死后继续陪伴他。总共俑呢也是有20多个俑，这俑里面的身份也是不一样，它那浅册上写着的，他什么什么什么公子，什么什么妹，那些这种亲属，这种随葬的这种少，很少见。另外呢，就是有这种仆人随从。
开棺前的炭伤引发各种猜想。这不牙吗？这几个牙，这紧贴着棺材边了，人头啊，对，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妈吓死了，人头出来了。哎，一般他这都是这样，外边是铜剑，里边是铁剑，一把铜剑，一把铁剑。车马器、兵器的出现能否破解墓主人身份？我们出了一个长矛，长2.16米，发现代表亲人奴仆的人物俑，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现？这些天对棺盖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在开棺之前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对墓棺进行拍摄 3D 建模。这一步工作可以记录棺盖最原始的状况，给后续的考古工作提供参考。有点隆起，一道啊，两道搁这儿包着，三道啊，四道也搁这儿包着，这样也它是绑棺材的哦。你看，你没看出来吧？没看出来。哎呀，然后把这个细节的地方拍一拍，嗯，对这个交叉地方这个，又借着味道他们那个高级灯去试试。嗯，这个很重要，要是这一翘它就肯定会有所损失。刘勇要求助手拍摄封口处细节照片，目的是根据照片还原当年古人如何封棺，先上哪条后上哪条，将全过程真实还原。棺术嘛，你当时棺还没那么变形嘛，就很严丝合缝的，但是为了防止它里边比如说进水啊什么的，它起到一个密封作用，一个是密封防止外面的东西进去，一个起到固定的作用。这是接口的位置，你看基本还是挺对称的。我们一共7个接口啊，而且我们弄好了它的当时封棺的顺序，当时从那个棺的那个东北角开始先搂了一个角，然后从两侧一个压一个封过来，最后在这个西侧收尾。分清楚是哪一个，先把这个底下我们这一圈先再踢了是不是，然后再踢上面是不是，那个厚度我的拿的那个薄的铁皮和我这个刀片刀片的厚度差不多。从最底一层然后先给它清理出来，以后再从上面一层然后把它清理出来，最后我们整体把它截取铲出来，然后就尽量保证它是一个完整的。棺术后期要做它整体要脱水啊，脱水保护，然后这个整个棺也脱水保护。这是我们定制的中国考古套餐，150呢，看中国考古看不清了，就这个套餐就是当这个板上上来嘛，然后跳，这个受力点在这个侧板上，所以下面这个是不会受力的，然后插进之后就往上翘，先把它去翘活动。它每一个棺材有那个楔子，得把那个楔子先得拔起来，这样的话然后再插横向的板，就先把它抬起来加固好之后再弄。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完成了，终于到了开棺的这一天。打开棺盖，里面会是什么样子？队员们的心情既紧张又期待。先把这边翘起来，这边。哇，这已经散了，这个。经过长时间水泡的棺盖非常脆弱，中间已经出现裂痕，不能受力。棺盖要怎么处理？棺盖能否顺利揭开？往回抽一点，回路卡住了，往回抽一点，往再往回抽，好，再来一点，我这就上来了。我没有啊，沿着。哎，压到手里面已经断了，中间那里断，中间已经断了。哎，这块凹下去，这块马上掉下去了，是，掉下去了，一直在动这块。下去了。你先放在哪里？哎，那个，咱们头盆，
不是托盘不得行啊，搞个扣底儿上面。托盘没用，托盘哪有那么大呀？喊他们拿红板啊，拿红板上面盖上那个盖上东西。拿来。哦。扶住先扶。我可是板这么厚啊。棺盖终于打开了，木棺里面的情况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伙看吧，盆骨在这儿呢。嗯、哎。主棺进水，经过长时间浸泡，墓主人的尸骨已烂掉，零散的骨头四处散落。看到这些，充满期待的洞人们不免有些失望。墓棺这一角边上有一个随葬的七元帘，类似于现在我们所说的梳妆盒。2200多年前，男性的梳妆盒里面会装些什么？墓主人会不会把他的印章放在盒中？棺中器物虽然不多，队员们仍希望通过细致的考古工作能有新的发现。下一步的考古工作要从哪里开始着手？队员们能否如愿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